马哥开始就想说。收到丁哥的新年礼物啊，让你新说年想礼收到一些物，车，我是想到啥说的啥哦，应该是模型吧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就看您的心意了，看丁哥能不能完成。想马哥为我买一套房子，天然后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。哇，太好了，马哥，我想收到一辆车一套房。哎，没有，其实想亲自尝一下他的一道菜吧，希望我可以不生病的菜。西红柿刺身，西红柿刺身，我这不是那个可以做的吗？哦，我是张真源啊，张真源送我什么礼物啊？嗯，你对我的爱。哇哦，我随便乱说的啊，真的就可以了。OK 的，那给他爱，给他爱，给你爱，给你爱。你送他一副快板吧。可以啊，那我本来刚想说这个的。你想说到他的，来吧来吧。没，我想说到耀文的，送我也就不多，就那一柜子的鞋吧。哇，哦耶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希望能收到翔哥，收到翔哥。对，换一个吧，收到翔哥。对我的祝福，新年祝福，好吧。哇哦！我送你365个祝福。我想说亚轩，以后秒回我这个权利吧，因为他回微信真的，他回微信是真的很慢，他有时候甚至就不会回微信，他感觉像，感觉他就是没有微信这个软件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，如果我一回别人快了，那个我回别人慢的人就会吃醋。所以说这是我的新年愿望啊。Hello， 所以我回了趟成都再回北京都没收到你微信的原因。